让我们走进他们逆袭人生故事。大家好，我叫冯丽，今年20岁，来自江西上饶。我现在是宁波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。哎呀，老乡老乡老乡啊，对，大家都叫我毛毛。嗯，那位大家好，我叫刘明月，我今年37岁，我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，来自于天津市蓟州区。啊，我代表所有的男人问你们要干嘛。对呀、啊、我们两个要闹海。两个哪吒是吧？啊，这个健身最初的初衷是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有肌肉的体型，所以你找个有肌肉的男人不就行了？对，但我想自己练成肌肉。你练成了这样，谁敢找啊？你呢？我健身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肥，为了增强体质。你生孩子了吧？我儿子上6年级了，今年。哦，你是为了恢复体型？恢复体型，然后改变体质，是吧？嗯。哎，你们体能到底有多强？我们就来最常规的俯卧撑。我们毕竟是男人嘛，我们今天男人不能丢脸，对不对？你做得过我们吗？我能。你呢？没问题。真的？你随便跳。哎。不是，我对面座位吧？啊，对面座位。对面的那个周伟是吧？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哇，那肯定不行吧？你挑了一个最不喜欢锻炼的人啊！你再挑一个。这位男人真棒啊！我挑那帅哥啊，来来来，不胜啊，来来来，会挑，有眼光，哎呦，有眼光，这俩最弱。无论是身高、体型、阅历，你都强于两位女性吧？咱今天不会输吧？会，真的不会输，输了怎么办？我爬下去。好，他说的啊，我没说。哎，我说的这个话，你的话也得说呀。你答应吗？你不答应也没关系，你认怂没问题。你不能认怂的吧？我哪好意思你一个人爬下去？好，哎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来，做好热身准备。来，给我，我帮你们拿着。哦呦，两位兄弟。我觉得啊，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觉得两位兄弟，你们可以来练习练习爬的动作。我们一个唾沫一个腚。我告诉你是这样。好，行。认赌服输。准备好。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我下来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周伟没下去啊。肩膀没下去。不胜没下去。不胜肩膀不标准。对，肩膀都没下去。不胜你们俩太不规范了。男生做的很标准。不规范，你直接爬了。来，现场一些掌声。不胜加油啊！真要爬了。不胜下去，下去，这没下去。周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胜，不要爬下来。男生做得慢。周伟已经趴下了，周伟已经趴下了，不能少了呀！周伟又趴下了。坚持。周伟加油！不胜那个不标准，周伟老师。没有一个标准的。哎呀！不胜那个完全不，周伟的脖子也红了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要爬了。我觉得周伟的脑袋快爆炸了，你看他红的。对，他脖子全红的。不胜，你不至于吧？都起不来了，小心脑溢血啊！不是不是，我们再设计一下，是手足爬还是手气爬吧？肯定是手足爬，并不可怕。可怕的是被消灭。可怕的是，我们输给了他们。输给他们，你们不丢人？不丢人，真不丢人。我要说明一下，我坚持的，我不是最差的。本来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刚才一直看到你坚持不住，我才、啊、我跟你说、啊、你们相煎何太急呢？本来按道理来说，其实他还算是坚持住了，但是他到后面几乎有一小半动作是不标准。对对对 对, 对，一多半儿啊，一多半儿，第一个他就不标准。所以他们是不是应该爬下去？应该，一定要爬下去。这年头吧，人呐、啊，有句名言叫做什么？叫人可以被消灭，但是不能被打败，是吧？你们爬下去。文兄，你请。来，尊老爱幼，你先。来，一起。下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对对对。你练了多久？4年。你练了多久？5年。五。啊？这个我要说一下，就是。
就是这个毛妹跟我们两个以前不认识，今天是第一次见面。以前认识就是我们两个通过网络认识，有一年多吧。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她擅长的就是单杠，然后我擅长的就是徒手训练，利用办公室的一些桌子呀、椅子呀，或者是那个一些。你们这叫无器械终极健身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平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只有周末可以去一下，然后平时就是在家里利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器械去锻炼。